来来来，来帮忙啊！需要我帮什么忙？看谁帮忙剁虾，剁虾滑，剁碎是吧？对对对，我来这个。这个是功夫菜，嗯，这个叫剁碎了。谁去冰箱拿一下那个面条跟百合？百合和面条行。对对对，全玉养鲜冰箱，百合，嗯。我叫你哈，你看一下哈。 哇，明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就快了。这个长知识了，以后我也知道在家里剁虾是这么剁了。然后你们看看谁做的好。好。先把上面一节的皮剥了，把这个核给它去掉。哦，这有专门工具啊。对。然后拿这个镊子转一下。那这个是？ 中心的地方放肉是吗？对对。哦，那真不能碎。难度好大啊。对，它保持不烂，这个有难度。现在这好难。我吃了吧。吃了吧，吃了吧。我帮成了水母。我看着都有难度，我试一个。这个好难。 太难了，我这一下刀就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来，其实我是为了把它吃了。我跟你拼了！哇，上去！我跟你拼了！ 你小心，你别把那个菜板给剁烂了。不是馅儿没剁出来，菜板换了好几个。